总览佛法要典，超越宗派界限，以止乐之止，入般若之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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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于是弥勒菩萨在大众中，即从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拨佛言：大悲世尊，广为菩萨开秘密藏，令诸大众深悟轮回分别邪正，能使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眼与大涅槃，生决定信，无复重随轮转境界，起循环见。世尊，若诸菩萨及末世众生欲由如来大寂灭海云何当断轮回根本，与诸轮回有几种性，修佛菩提几等差别，回入尘劳当设几种教化方便度诸众生，唯愿不舍救世大悲，令诸修行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慧目肃清，照耀心境，圆悟如来无上之见。作是予以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总算轮到弥勒菩萨出场了，在大众中即从作起，这印度的礼节啊，我们不再赘述。而拨佛言：大悲世尊，大慈大悲的世尊啊，世所共尊叫世尊啊，广为菩萨开秘密藏。那大家想想看，这个是不是一个真的秘密呢？佛陀刚一出生，依据经典所记载，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然后又周行了七步，每走一步出个莲花，然后说这是我在人间的最后报身。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这个个体的我呢，还是生命的本来的那个佛性的我呢？到底是哪个最尊呢？唯我独尊。如果是每个个体的我，那么想想看，世间上就有谁真正能够被千秋万代一统江湖，被歌功颂德的呢？有没有这样的？没有，是不是？权力显赫只能是一时，只有我们这个真如佛性啊，而这个真如佛性不在佛手里，不在菩萨心里，在哪里呢？在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心里，所以叫开秘密藏。这个秘密藏本来在我们心内，但是钥匙在哪里呢？在别人手里还是在我们自己手里？在自己手里，但是又怎么样才能拿到钥匙开自己的门呢？要谁呢？要大善知识。世尊就是我们最大的善知识，
令诸众生深悟轮回啊，真的深刻的体验到轮回分别邪正，能使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眼。无畏道眼在哪里呢？与大涅槃生决定心啊，这里的段号应该这样断，能使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眼句号与大涅槃生决定心，这里的你们有笔就加上它。无畏道眼，无畏道，无畏，无畏道眼，这四个字是几层意思？几层意思？啊，无畏是纯粹说个道理，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是不是？从理上说，没问题。无畏的道是什么呢？啊，菩萨的这个才师法师无畏师啊，那叫无畏的道啊，那是具体的方法。无畏道眼，这纯粹是一种智慧。眼是什么？智慧、洞见力，与大涅槃生决定性，这个很难喽。与诸行无常的法则，与诸法无我的法则，与佛性的缘起空性法则生决定性，无复重随轮转境界，不再随轮转境界了，起循环见。啊，我们随着轮回的心升起轮回的见，与轮回的心升起的轮回见中耳遍圆觉，终不可得，是不是？上一问啊，世尊，如果菩萨及末世的众生想要畅游如来大寂灭海，几个问题跟着而来，云何当断轮回根本？第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断出轮回的根本？第二，于诸轮回有几种性啊？到底有多少个种性呢？然后，既然出离了轮回，修佛菩提几等差别？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回入尘劳当设几种教化方便度诸众生？四个问题，第一，如何自己出离轮回？第二，轮回有几个特性？第三，那么要想出离轮回，修佛菩提有几个差别？等到你自己修行成就了，像那个矿石，金矿石被锻炼为纯金了之后，当设几种教化方便再回入了尘劳度诸众生？尘劳有时候就叫烦恼，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尘是在怎么样劳动的状态啊？眼耳鼻舌身意对应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都在劳动，所以叫尘劳，所以我们就不得安宁啊！回入尘劳，那也就是说一个修行的人回到这种烦恼之中，修行完了要干嘛呢？大家一直在关注一个问题，我们在修行修行修行，最终成了大觉佛陀了，最后成为菩萨了，成了菩萨干嘛呢？每天坐在喜马拉雅山顶上笑眯眯的打坐，然后看着天下的芸芸众生，哎，一会儿拿指头指那个笨蛋又入轮回了，那个傻瓜又起烦恼了，那个又被妄念给遮蔽了，那个又被无明给缠绕了，是那样的吗？不是的，菩萨回入尘劳跟众生打成一片，打成一片，只有跟众生打成一片了，在菩萨叫做拂席润生。拂是哪个拂呢？微风拂细柳，那个拂住的拂啊。拂席润生，拂哪个席呢？拂习气的习，就是菩萨要留一点点习气干嘛呢？滋润生命啊，留一点点的习气滋润生命，蛮有味道的啊、哦，拂习润生。所以菩萨如果一点的毛病没有了，就像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善知识，如果他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大家望之也什么言，记之也不亲了。你看儒家上形容弟子们对子思这个子贡啊、子路啊、子游啊，在见到孔子的时候是什么样态度？既望之也言，远远的看他很神圣很肃静，你不敢去，记之也亲，但是挨在他身边了，就很亲。你看这些菩萨们在向佛陀请教问题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呢？很简单，哎，好简单，好简单的，哎，很亲切。所以叫菩萨拂席润生啊。
唯愿不舍救世大悲，啊，唯愿您不舍救度世间一切的大慈大悲的心，令诸修行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慧目肃清，照耀心境。慧目肃清，我们的眼睛，智慧的眼睛长在哪里啊？长在右眼上吗？金刚经说，金刚经说什么？须菩提，如来有肉眼否？如是。如来有肉眼。须菩提，如来有天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如是。有没有法眼？有慧眼，还有佛眼。所以一般形容说，佛叫五眼六通。五眼就是肉眼、天眼、法眼、慧眼和佛眼。那这里让我们的慧眼也就肃清了。慧眼是长在心上，长在眼上、眼根上、眼识上，还是长在智慧上？各位说，啊，在智慧上，那在哪儿呢？所以很多人在练这个修行这些气功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说，正法眼藏，那他把这个藏读成正法眼藏，正法的眼睛藏起来怎么藏呢？有一类的修气功的方法就这样藏，说眼睛在这儿。啊，正法眼就把它往后藏，藏到后面来，要打坐用这个方法，一开始很容易入定，但是久了就出问题了，它完全对这个法理给歪曲了啊。慧目肃清，照耀心境，照耀谁呀？照谁？也就是这个智慧是反观自照，还是照谁呀？照自己的心境，心境的污染没有了。原悟如来无上之见，佛有没有之见？哎，这个问题来了，这是整个《法华经》的28品的文字，有80000字的《法华经》，那么整个就讲佛陀来人间干嘛了呢？开示四个字，干嘛？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佛之之见在哪里呢？众生。要开示，而不是佛。佛之之见是没有的，对不对？所以要众生入佛之见，开佛之见，示佛之见，入佛之见。所以，圆悟如来无上之见，作是予以啊，这些礼节，这个毫不啊简约。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请问如来深奥秘密、微妙之意。令诸菩萨结清慧目，即令一切末世众生永断轮回，心悟实相，具无生忍。如今谛听，当为汝说。使弥勒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这个礼节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啊，师和徒之间，啊，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是很亲切的一种关系，所以，在。佛陀的定位说三分为师徒，七分为道友，这是佛法佛教佛弟子和老师讲三分是师，七分是道友，啊，佛在僧数，所以佛托钵乞食，他接受什么供养，带到宫皇宫中去应供，基本上带着1250常所住，啊，其他分化一方的阿罗汉弟子们不在身边，但是身边那些都带在身边，叫利合同君，利合同君，物质丰，在物质待遇方面完全是平等，完全平等。你出家修行了60年，你出家刚10天，那么从物质上完全是平等，没有差别。这个在全人类的历史上，比丘的僧团是做到了利合同君。那想想看，跟我们共产主义的时候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看各尽所能是要付出，各取所需是什么？回报，各取所需，六合敬的精神啊。请问如来深奥秘密微妙之意啊，那么确确实实啊，一切诸如来一切佛性的显现全是深奥秘密微妙，很难用一些词单一个词来形容，所以连用了3个深奥，就够难懂的了吧？秘密够难懂了，微妙更难懂。所以《法华经》里面说：“
直指不虚说佛法妙难思，直指不虚说佛法妙难思。你们别说了，别再去问了，也别再去请教了。世尊刚一证道的时候就说，就想入涅槃，我所证法微妙难思。一旦听不懂了，不但不会开心，还会怎么样？诽谤。所以那算了，他就入涅槃。这个时候谁来了呢？大梵天王。大梵天王啊，就是这个世界的梵天主，也就是宗教一神教里边的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因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所有人都相信他，他来了，给跪在是佛陀的面前说，世尊，你不能入涅槃。一切的诸佛证道的时候也发现他证得的法就像大地那样的深广无边，但是他能说给众生的就像指甲里边那个土一样的少。但是每一尊佛成佛时候都有这个想法，我已经这个护持了很多很多的佛，做了劝请主啊，做了劝请的请佛陀说法的这个第一人。那么您老人家也一样，千万别入涅槃，要给大家说法。哎，然后大梵天王这样说了，然后刀立天王、四天王天的日宫天子、月宫天子这些天人们、天神们都来做坐礼。普通的人下边的一个文秘人员请一个老师，那么大家可能就不觉得，可是请来这个老师，胡适先生也好啊，鲁迅先生也好，陈独秀先生也好，来了，蔡元培先生亲自陪着，第一堂讲座全校轰动，这是大师，啊，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深奥秘密微妙啊，令诸菩萨结清慧目，啊，这个智慧之眼一定要干干净净，即令一切末世众生永断轮回，干嘛呢？心悟实相，具无生忍，啊，心要开悟了这个诸法的实相，佛性的本来，然后开悟了就会具备什么样的能量呢？叫具无生忍。我们好像在第一讲有讲过，修行的次第，生忍、法忍、无生法忍。生忍就是来自于有情的、有思维的、有生命的这样的对你的干扰，好比你要在这出家，结果你的家人把你骂得狗血喷头啊！我过去我刚出家的时候，记得我做过一个某个省的省官厅的这个一个厅长的儿子出家，独生子，在五台山出家了，出家了跑到百灵寺来，那是我做知客。后来人家有关系呀，这一搜索一搜索找到了，这老头来了啊。然后抓回去派了这个看着门窗都加了锁，最后还找个机会，这个小孩子又独生子，爸爸派的人也不敢太管他呀，对不对？也不敢打他，也不敢，还跳出来又跑了，这回跑到百灵寺来了。那我就把他留下。后来他老头来亲自找来了，我坐着跟他聊天，聊了三个小时，最后老的人家说，好，明庄法师，将来我退休出家跟你出家。那个时候经常做这样的工作，劝化，哎呀，那个家长把这个骂的呀，来庙里要烧庙的呀，要什么这个抢人的，什么样的都有。现在好得多了，现在这个社会有点进步和开明了，所以像我们这些刚出家的这些，尽管有时瞒着的，有时是背着家里走的，有的是撒了谎的，好得多了，起码还没有找上来说舞刀弄枪要烧庙。所以那样子啊，这是来自生啊，来自生有情生命给我们的干扰。第二个呢，是来自无情的万物的，啊，刮风下雨、打雷闪电，然后这个过冷过热、过饥过饱，这些叫法忍啊。所以一个修道人，那么当年唐朝的时候，韦山灵佑禅师，韦养宗的开创者，他跟着这个百丈怀海禅师修行，后来司马头陀是个风水大师，师兄弟他们，司马头陀嘛，头陀行，他叫司马，俗就用他的俗姓。看了这个韦山，哎，现在就相当于在哪里呢？在长沙，离长沙那个长沙的附近那一个韦山密云寺那个地方，去了说这个地方能出500个大善知识的地方，能够教化500人，派他去。百丈怀海禅师就把这个韦山派去了，待了7年，
什么鬼都不上门，门别说罗雀了，啥都没有，七年没有一个人上山啊，他就在那儿自己就那个餐风露宿的，像个野人一样的。七年他实在无法忍受了，司马头陀的胡说八道啊，这师弟把他骗了，然后老师就让他来开山嘛，七年没有任何一个人上山，没人看的，他要走，这一走老虎毒蛇全把他截住了。截住了他说，如果我跟这个山有缘，那你们就散开，我也不走了，我回来。如果我跟着没缘，你们把我吃了，我也下山，我不在这待。七年的寂寞，你想想，一个人。哎，他这一说，这些老虎啊、毒蛇全都让开了，他回来。回来了，百丈怀海禅师也知道，差不多心性魔差不多了，能耐得住寂寞了，真正能耐得住寂寞了，寂而长照，开始要用了，派了司马头陀，派了一堆的大善知识，都是他的师兄弟。跟他一起过来开山，开山了，这个宰相裴休啊，文笔很好啊，我们的楞严经好像是这有好几个都是裴休撰了很多的那个文字跟佛教相关的，派他儿子出家，儿子是翰林。维山禅师在这打坐，派这翰林，那时哪来自来水啊，吃水都得挑嘛，啊，挑水去了。翰林说，这和尚吃水翰林挑，不知吃了能消不能消，心里头挑水的时候发牢骚。这一回来还没剃头呢，这个还没剃头呢，然后这个维山禅师说，傻小子过来啊，师父什么事，刚才发什么牢骚了啊？没有啊，老僧一坐能消万担粮，老僧一坐往这一坐能消万担粮，一担是多少斤啊？一担是多少斤？一担是200斤，你看老人家就知道，一担是100公斤吧，啊，这个是一坐能消万担粮，所以无为法的功德。因此佛在很多经典说，供养一个什么？供养1000个阿罗汉，不如供养一个菩萨；供养1000个菩萨，不如供养一个。不是悉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商量。你看无心道人，他已经超越了所有这些个轮回见，熄灭了二元对立了。所以供养1000个菩萨，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坐这里无所事事。所以这叫法忍啊，然后无生法忍，对于生灭、起止、聚散，还有什么呢？昨天讲的8个，有无是吧？聚散、起止。生灭这些全都没有对立了，叫无生法忍，就是安住在其中，叫做忍。安住在其中了，叫忍。如今谛听，当为如说。好，弥勒菩萨跟大众就蛮欢喜的，默然而听。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际，悠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若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湿生、化摄，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当知轮回，爱为根本，悠有诸欲助发爱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续。欲因爱争，命因欲有，众生爱命，因爱命为果，由于欲境起诸伪顺，敬畏而生憎忌，造种种业，是故复生地狱恶鬼，舍恶乐善，复现人天，知诸爱可厌恶故，弃爱乐舍，还自爱本，变现有为增上善果，皆轮回故，不成圣道。是故众生欲脱生死，免诸轮回，间断贪欲，即除爱渴。弥勒菩萨次第的四问，对不对？等于四个问题，看看佛陀是按哪个顺序来回答的。云何当断轮回根本，是吧？欲诸轮回有几种性，这是从世俗的这一层面，轮回的根本啊，轮是什么？论有几个？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际，找不到边的那个开始，生命的开始，悠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也就是说，轮回的因是什么？种种恩爱是什么呢？楞严经说，我爱汝心，如爱吾心，吾怜汝色，讲男女的啊。
汝爱吾心，你爱我的心，我怜你的色，啊，所以自古英雄，啊，爱美人，是吧？这个道理，在《楞严经》用了八个字，汝爱我爱汝心，什么汝怜吾色，就是这样子，啊。若诸世界一切种性，啊，一切种性哪几个呢？卵生，卵生鸡是什么生？卵生，胎生，猪是什么生？人是什么生？尸生是什么？蚊子、苍蝇，大家不妨来观察一下，啊，咱们买一个西瓜，搁在这个屋里边，保证在无菌的状态下，但只要是20度，看看4个小时之后，不要搁冰箱里，看看那个苍蝇和蚊子是怎么出来的，湿气而生，湿气而生，啊，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没有这个，认为科学是不能验证的，就是假的。实际上很简单，化生，大家知道那个麻黄吧？你把麻黄砍碎多少段，晒干了，包了，你拿1000度的那个钢铁的那个融化钢铁的温度把它包了，炒成面，切多少段，多少段再生回来，去观察它。啊，这佛教早就有这些认知，现代科学反而还没有这个认知。化生，蚯蚓一刀拦成3段，它会怎么样？几个生命？出3个。哎，很奇怪啊。那么无论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生命，也就是都因什么？淫欲而有，当知轮回，爱为根本。但是淫欲这个最根本的那个原因在哪呢？爱为根本。悠有诸意，助发爱性，就是有种种的恩爱贪欲，才有了什么，帮助了这爱的推演深刻啊。是故能令生死相续，问世间情为何复，直教人生死已知啊，是不是？你看文人一写那么浪漫，佛家一看来却是轮回之本啊。悠有诸意，助发爱性，所以佛教为什么很多的戒律都是叫让你远离那个缘啊。我们这个道场一开始定位就是定位于一个国际性的开放性的一个很 open 的这一个国际性的禅修中心，这样一个性质定位的。但是你到一些老的丛林和寺庙去，一到禅堂写着女众止步啊，到一些管理比较好的地方，男众的地方写着男众疗房，女众止步。到一些这个还有一些什么地方呢？写了女众疗房，男众止步，干嘛呢？就是先让你断除这个缘，断除这个缘。那个佛在经典说，这个男女在之间耳鬓厮磨，日久什么生情啊，生情。所以都是让你防微杜渐，防微杜渐。那么本来一个出家人跟着一个女徒弟在一起有没有问题呢？从心性上说没有问题，但是给别人看到了，他会嫉嫌，啊，会嫉嫌。佛陀有一生做一个猎人，打猎的，那看到当时一个辟支佛，我们在拜忏里面，那个里边那个过去毗婆尸佛，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独觉人，就是圆觉人，自己在山洞里打坐，他是猎人，结果下大暴雨，下暴雨一个女孩子刚好走路躲在这个山洞里了，躲在山洞里，这个毗支佛这个修行人在里面打坐也没有什么，但是这一出来雨停了，雨过天晴，这个女孩子一等她停了才看到这个洞里面有一个修行人，一出来满脸通红的。好，这个猎人就开始造谣，说这个女孩子跟这个修人有这个有那个关系，就因为这一个诽谤的造谣嘛，诽谤之音，他只看到了他脸红，不知道里边是怎么回事，然后等到佛陀成佛的时候，被这个婆罗门雇请了一个妓女，每天讲课的时候就像这样子，那么开讲的时候他不来，散会的时候干嘛呢？这妓女涂得花枝招展的，然后到京城来大摇大摆的啊，然后3个月后绑一个小鼓在这肚子上，啊，水盆式的那个小鼓
然后有一天正讲座的时候，有个国王在旁边听着，他突然开口大骂：“光头鬼！”骂着释迦牟尼佛：“光头鬼，你出家了，你的徒弟那么有做国王的，有大副长者的，你养不起我，我让他们可以养我和肚里的孩子。”啊，这时候经典上说，佛陀啥也没说，佛陀以他的宿命通，以他的天眼通知道，这是过去生中的业，自己造个谣，所以这一生他原来诽谤过别人，这次他要还这个东西，所以他也不奈何。但是这个北方叫毗沙门天，北方天王不开心了，变成一个小老鼠。所以你看，我们到那个天堂那个庙里面，四大天王，北方天王手里拿个什么？是不是有个小老鼠啊？他变个小老鼠进去，把这个妓女那个绑那个小骨这个绳子给咬断了。结果正在他骂的时候呢，哎，绳子断了，那个盆儿啪掉地下了。啊，知道这个流言自止，但是这也是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所以佛陀说什么呢？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就是纵然经过了时间的无限的长远，所造的业是不消失的，无论善业还是恶业，因缘汇聚时，因和缘成熟的那个时候，果报还自受，没谁能替代。所以佛陀宗教的教主绝对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有三个不能。第一个，佛不能转定业，佛不能转任何人的定业，包括自己的，佛不能转定业。第二，干嘛？佛不能度无缘之人，佛度不了无缘之人。第三个，佛不能进众生界，我们不知道众生界有多少边，宇宙有边无边，生命的种类到底有多少？现在生物学家科学家研究，就光地球上的蚂蚁的种类有多少种，谁知道？10亿种、8亿种、3.78亿种，谁知道？不知道。所以不能进众生界，也就是佛的三不能。但是宗教的教主是万能万能万能的。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一个人经常许诺说什么都能的时候，最后可能就要什么都没能，是吧？所以这里边，欲因爱生，命因欲有。看看欲，种种的欲望，恩爱贪欲，是因爱而生，那命呢却因欲而有。反过来说，这是从果到因，从深往浅说，命因欲有，众生爱命，众生贪执自己的生命，还依什么欲本，爱欲为因，爱命为果。所以爱欲为因，直令生死，这期的生命是为果，起诸委顺，由于欲的境。怎么境？你喜欢不喜欢眼看到的美色，耳朵听的声音，耳朵 听的声音，鼻子嗅的味道，舌头尝感知的种种的味触，敬被爱心而生憎畸。如果这个环境外缘跟我们的这个心不相应，我们就憎畸，是不是？由于喜欢，我们就产生贪爱，造种种业，是故复生地狱恶鬼。地狱恶鬼它的因就是这样来的，一个是嗔，一个是贪，所以贪嗔为地狱恶鬼的因。地狱就是嗔心，一念嗔心起，地狱门就打开，一念贪心起，就什么恶鬼不请来。恶不是凶恶的恶，恶是饥饿的恶，又因为他在平时做人的时候过分的贪，最后到了成一旦转生为恶鬼了，他叫肚子大的像个超级大篮球，那咽喉小的像什么呢？像一个还没有一个输液管的那个管针头那么细。所以他一旦吃不进去，然后又因为他的业报，一旦要喝水的时候火水变成火，一旦要吃饭的时候饭变成碳，这就是，就包括我们
被人尊敬的阎罗王每天也有三次受苦，就因为他因为孤福报，但是因为他贪欲为本，所以每天三次受苦。一到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大火球吞进来，所以上天入地呼号解决不了，所以这就是业报之身。那像转生为龙的啊，他有几个苦，一个是无论他吃的什么山珍海味，到最后一口都变成泥。哎，这是龙的这个业报啊，龙的业报，无论什么好吃的，最后一口变成泥。哎，然后他的皮肤病，经常要被热沙给烫，然后他还被什么